要不然扒掉了那个笔芯，把它抖回去。那个抖回去。跟老师说。你就是周磊啦。说你很像我，我们一样的仔细，所以我们画的一样的漂亮，有没有？他说有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有。啊，不能后悔哦。来不及了。那就要悄悄快点。小孩才选择。没有机器人，就只有枪枪了。那就车子吧。就像车子吗？不能改了。你聊会哭哦。没有机器人吗？讲几遍。有枪枪呢？枪枪好吃吗？蹦蹦蹦，蹦蹦蹦！啊，金色，要金色，这变成金色耶！没有，他说你刚刚也变成金色。立功！谢谢。妈妈最喜欢这种颜色。啊？妈妈喜欢这种颜色。为什么？透明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